Test, blues and G. 1, 2, 3, 4.大家好，我是龙登杰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方鼎最新款008K 的测评。这款琴呢，虽然说 K 比 008S 那个 S 要排位要前一点啊，但是这一款琴是作为东方鼎的入门级琴这个定位的，也就是说它比008S 这个级别要低一些，是针对初学者的，跟就是比较便宜的琴啊，就是。但是呢，这个琴的性能让我很惊讶，因为它虽说入门级，但是我觉得跟008S 几乎没什么差别，很多地方音量啊、音色、压音、超吹，甚至我觉得它这个音色，我更加喜欢这个琴的音色，因为它比较厚一些。相对于 008S 那个非常亮的声音，这个琴的声音稍微内敛一些。然后呢，它的压音性能是，作为一个入门琴来说呢，它这个三孔压音